有个女孩叫甜甜的歌声中，稚嫩的小女孩在屋旁的沙堆堆砌起她的城堡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当年的小女孩长大了，缘分让她在美丽的美浓驻足。她坐在小溪桥上，看住清澈溪水中悠游的鱼儿，耳边吹拂住阡陌到埂间川流的风，还有满眼间苍绿的大山与蓝天白云。就是这份初心，女孩在纯净的福星村盖起了城堡。大家好，我是农舍小蒋。故事的背后是一位小女孩儿时梦想的实现。接下来就请您跟住镜头，与我们一起细读她的童年。概要：地坪863坪，格局楼上楼下各二房，合计共四房。本案优点：一、荣获2007年美浓环境绿化比赛优等奖；二、晨起时呼吸住温室里兰花的清香，捡拾鸡舍里温热的鸡蛋，给自己做上一道爽口的早餐；午后倒上一杯的咖啡，在庭院里的大树下享受清凉，悠闲的生活就是如此；三、沿著绿意盎然的福美路，一路徜徉美浓的好山好水，是生活的日常。以上是农舍小蒋为您解说本间农舍的概要。如果您需要详细的资料，请您拨打0927570293或加农舍小蒋 LINE 0982570293，我们会尽快为您安排您所需的服务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订阅加分享。农舍小蒋，感谢您的收看。